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为你们介绍森森公司最新研发的 JY-03 油膜处理器。该产品能处理水体表面所产生的油膜、长期投放余量所累积的油性物质等，可以令水体更加清澈透明。这个过滤器的功率只有5瓦，流量有300升每小时，非常节能。下面我来介绍产品的特点。背部配有高质量吸盘，可以很轻松地吸附在鱼缸上，而且非常牢固，不易脱落。内含过滤棉，可有效过滤水面油污和其他杂物，而且过滤棉可定期取出清洗。配备流量大小调节开关，可调节吸油污的强度大小。这个浮动键可自行上下调节4厘米，也就是水体表面在4厘米内都是可以吸附的，太低的话这个浮动键就要浮出水面。它能增加水体表面的流动性，增加水中的含氧量。安装时先在油膜处理器上装上增氧口，接着插上增氧管和增氧调节器。然后用吸盘将油膜处理器和电源线固定在鱼缸壁上，最后接通电源就可以了。使用时我们可以左右旋转增氧调节器来调节增氧量的大小。这款产品能轻松解决鱼缸的各种问题，您还会为您的鱼缸水体不干净、垃圾过多烦恼吗？那么就赶快来购买吧。